今天是2022年2月17日，吼、哦，咱拜四吼，啊，古历呢嘛，今来到1月17日啦，吼、哦，啊，今天受到这个冷气用啊，冷气团减弱吼，会影响气温吼，拢、哦、慢慢回升，但北部也佫有家人啊，北海岸有雨，有局部大雨会发生的几率。帮啊，北部、东部、东南部，一个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雨。啊，那其他地区呢，包括澎湖，这拢是晴云到好天。南北部地区呢，15度至19度乌阴天。中部地区啊，这个14度至24度开日吼。来，这是咱嘉南地区14度至24度吼，啊，这是开日的天气。高屏地区呢，啊，15度至26度乌阴天；咱华东地区16度至24度开日的天气啦，吼。以上甲咱简单来做报告，感谢。来，这个节目一开始，咱游玩啊，来甲看吼，今仔日上新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情形啦吼，中国变到武汉肺炎，即马拢压个咧延烧啦吼，包括桃园机场的航警局啦吼，一个大拿炼油厂吼，这是两大吼高度关心注意的传播链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今仔日有来宣布，今仔日咱台湾新增加68名确诊的病例。68名当中，分别有14名是本土的病例吼，啊，这14名当中吼，其中有10人吼，这是房屋行销市场群组所产生出来的感染的疫情，啊，其中啊，这个8人曾经吼啊，有做伙食饭啦吼，包括去唱 KTV 啦吼，啊，其他4个人分别是高雄红茶牛奶店的案件。行政中的一个高雄沙石啊，场吼，军事有关的个案吼，啊，另外境外移入的有54人吼，无新增加死亡的案例啦吼。啊，咱那个看这个啊，本土吼，加这个啊，境外移入吼，今仔日新增加本土5名男性，9名女性啦吼，啊，年岁伫4岁到90几岁之旁。啊，那今仔日吼境外移入的呢，啊，有38名男性，16名女性，年岁伫4岁到70几岁啦，分别来自美国啦、越南啦、澳大利亚啦、法国啦、印度啦、菲律宾、乌克兰、查德、英国、纽西兰、马来西亚、日本、柬埔寨吼啊，这等国内移入的吼，这刚才简单，刚才讲就是因为这些。14个人吼，嗯。14人啦吼，来，这安尼简单报告啦吼，啊，咱听众朋友如果咱若讲要详细要了解吼，这个感染的病毒吼，啊，这到底是安怎样啊吼，咱得吼来甲看阴暗的新闻吼，还是等候门啊在的这个啊这个报纸吼啊，那出来的时阵咱较。甲买一份啊，来甲斟酌，来甲相看嘛，就知影啦吼。相看嘛，看看嘛，相看嘛。来，啊，咱今仔日新闻开始要来甲咱报道吼，这是虾米呢？嗯，这是有关吼一名，这个美国的智库一名资深的主任就对啦。这个叫做易思安呐，美国人，美国人，嗯，美国的智库资深的一名主任易思安，伊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呢。啊，这篇的文章伊写讲吼，你想要拯救世界吗？你若想要拯救世界，那安尼你就承认台湾。啊，这篇的文章安尼一个抛出来了后呢，引起真侪人的注意啦。伊讲这篇的文章内面伊写讲吼，伫今仔日这个地球上啦。无对一个国家的未来会像台湾这样啊，无确定。注意听哦，嗯，在这个地球上啦，无对一个国家的未来会像台湾这样啊，无肯定啊。
意思讲每一个国家拢是正常的运作，我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我都正常的运作啊，过我的日子啊。即阵啊，台湾即阵啊，无肯定，世界无一个，无确定，无确定了，无确定性啊，歹势我反应了唔对吼，应该讲无确定性啊，了解。因为咱台湾未来的前途，操控伫2300万人的手，啊，这2300万人的手，你如果那是本土人赢的，境有我来，小听听有条 ，OK 无问题。啊！你若去学遐幺八叉那尔，安尼底下吼配合着中国的力量，安尼来个你幺八叉，差别统一啦，差别吼和即个中国来侵略的话就对了。真正未来的台湾的前途完全无确定性啦吼。这篇的文章伊内面写着安尼，会当讲充满着争议啦，而且是有够要紧的一篇文章。一场针对着台湾毁灭性的大国战争，可能无法度人去避免。台湾的民主可能因为安尼对内部去用甲颠覆掉，简单讲就是国民党一群人啦吼。台湾的未来是遮尔啊无确定，而且又搁遮尔啊充满着争议，是因为台湾的内底有一个非常亲中啊，搁看着中国的冒起来伫遐争伫遐咧输，到甲即马一个吼坚决咧反对台湾独立的中国国民党，就是有这群人。台湾的民主可能会将此呢，对遮啦，对内部被颠覆掉，也是因为国民党吼已经正做中国共匪伫台湾咧执行阶级斗争的滩头堡。中国人民政协报最近有来报一篇啊文章咧写写讲安那呢，写讲出统啊，其实唔是出统啊，侵略台湾，必须要同时甲台湾。内底两个势力做斗争，表示咧讲讲目前迫害甲分裂祖国的，伫岛内台湾内底表现出两个的力量啦。一个的力量表面上是打着坚持一个中国的旗啊，以反中之名咧进行反中的国民党内底少数的顽固派啦。被点名的人，就是指出讲，国民党内底立委陈以信、甲林维洲啦，讲公开吼来这个啊勾结到这个国际反华、反中国的势力，啊，伫台湾偷偷咧甲民进党合流啦吼。当然，这是用中国迄、那个这个中国政府讲的啦吼。当然，这其中上阶段的战略意义，伫咧强化台湾政治的矛盾。你加速台湾两个势力的斗争，达到台湾的民主可能会对内部被颠覆的机会。共产党对着一明一暗的这两个力量的分裂的势力，咱必须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国民党败在共匪的阶级斗争，应该不是无了解中国共匪的本质。陈以信、林维洲等嘛，唔免辩解什么叫做两岸和平啊。所谓共匪讲出来和平，就是毁灭台湾的开始啦。啊，那这个触痛，就是吼侵略的必须要同时甲岛内两个的势力来做斗争。阶级的斗争理论，就是毛泽东最主要的思想的观点啦，也是中国共匪吼啊，这个共产党吼革命夺权建国三大法宝之一。阶级的矛盾是伫无同款的阶级之间，甲吼啊之间，因为这个经济啦，包括吼政治，也有其他这方面的利益要求，而且产生了一种的社会矛盾，通过地震都是阶级的矛盾啦。伫台湾经历过吼70年矛盾的冲突，至今也个无法度人解决，这就是吼易思安这篇文章所指的无确定性。这里那充满争议，而且这里那要紧，这里那重要啦。这个戆嘟嘟，思维改变来抵抗着本土化的中国国民党呢，以着捍卫中华民国，坚决来反对台湾独立作为伊的目前寄生伫台湾的本钱。但是捍卫中华民国呢？或是这是以捍卫中国为名哦，对啊，肯定是为名哦。实际上，伊是无咧主导中华民国咧，伊搞咧捍卫中华民国咧。伊咧配合到中国，到中国中间，中华民国底下都唔该介意。对啊，对啊。
伊讲吼，即、這个捍卫中国，唔是蔡英文总统所称呼的，有帮助化解台湾社会的分歧，坚决的反对台独，更加是中国吼要消灭台湾的论述一模一样。那安尼捍卫中华民国甲坚决的反对台独呢，这是矛盾的存在，是咧甲民进党斗争上介好的工具就对啦。正做是国民党吼啊，虚情假意，以台湾人的利益为优先，所有的考量拢是以台湾为主，阴谋坚定立场啦。事实上，无论即个民进党还是中国国民党，伫咧算啥物台湾论述的把戏，拢无法度能阻挡红色的中国的侵略，并吞台湾的一贯的立场。那台湾无法度能提出坚决的未来独立的愿景啊。就那亲像吼一只吼无头的虎神，安尼唔知要背对对去，咱的台湾是足危险的。就那亲像伊斯兰伊所讲的啦，极权主义的大军也未吼打上这个战争的路途，但是因的钱已经拢准备好啊，因的战车嘛开始咧塞叮当啊。民进党政府应该唔打，只有有愧无力，安冷笑笑的回应讲：，诶，阮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呢，绝对无接受中国政府的操弄，也是无接受中国政府矮化台湾的政治主张等等，绝对唔是只空嘴无齿，只那空洞的回应尔尔吧。这应该爱学正直接的宣誓，一旦共匪那对台湾宣战的话就对啦，台湾就随时宣布台湾共和国的成立。用安尼来对抗共匪，如果你那敢侵犯台湾的话，就对了啦。阮台湾马上向世界宣布，今仔日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伊的名叫做台湾共和国。听众朋友，这篇写较做文绉绉，这是一个系陈庆坤教授写的。国民党讲，国民党含民进党政府讲，当然国民党的阿爸戆嘟嘟就对了。一心一意吼，干来要捍卫中华民国，事实也是假，后边是咧配合中国的力量，要来侵略台湾。国民党，我感觉是安尼啦，对民进党是真正捍卫中华民国。嗯，对民进党啊，对阿强的根本都不咧捍卫中华民国。民进党那边个改讲，如果民进党独派，独派就是要推翻中华民国嘛。嗯嗯。如果民进党独的，民进党这是拢独的啊，咱包括咱这。前面进党的这种独派，你敢明白无？是，这种独派。不过民众是安尼讲的，是讲恁这历史的这人，包括历史的政府，是要消灭中华民国，要变成台湾民主共和国，还是什么外国国？台湾国就对了，反正以台湾为名就对了。是要国民党这人是要对民众是要捍卫中华民国的哦，安尼哦，是，又未使互你叮当着啊。你要独立，你这种独派，你这种独派，你要正当的中华民国是不可能的哦。但是你阿强，我平头认为是不是安尼呢？嗯，他们是教练，比较喜欢嘛。第二个平头就阿强讲，只有唯一一中，嗯，而且一中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等等，是，因为唔敢讲破句话啊，嗯，对不对？阿去到中国根本就一去去中华民国会记下去，嗯，唔看嘛，是。啊！叫讲唯一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拢强强，唔敢讲半句，唔敢称半句就对啦。是对民众讲，我来捍卫中华民国，迄种假的，你听无？是，迄种假的，你听无？啊！所以国民众是这种党呢，嗯，是这种党呢。哦，啊！呢，即卖现时咧捍卫中华民国是虾米人？你敢知啊？民进党，包括恁只独派，嗯。因为无可能改嘛，够眼前够看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无可能改，嗯，咱是希望讲用台湾来做国号，将宪法给改掉，对不对？一部宪法给处理掉，安尼就对。咱是安尼，咱党是安尼，但是民众政府到如今嘛无这种拍算力量，是，一当一日过一日，安尼平安过了。无唔对，我感觉是安尼，是不是？民进党的心态就是安尼。所以国民党有可能咧为。捍卫中华民国嘞，根本是阿强个面头前都唔敢讲，诶，你国表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阮是中华民国无共嘞，唔敢。所以台湾有遮个人真正悲哀，伫咧乱台湾了，伫咧乱现实执政的民进党，我感觉是安尼啦，哦哦哦。
国民党这群人咱看得出来，伊就两边骗啦。伊伫台湾讲捍卫中华民国，来咧骗台湾人的选票，因为台湾人伫目前这款的场合之下了，对啦。伊感觉台湾今仔日一生出政哦，是不是？对啦。因为台湾人伫目前的情况之下，绝大多数的人，伊选择维持现状。什么叫做维持现状？就是承认中华民国还佫存在。所以国民党诶，伊上准就是一点，伊讲捍卫中华民国是咧骗这群人的选票。其实中华民国已经无存在，大家都知影啦，包括台湾人任何一个人都知影啦。但是是安怎样，我唔敢改掉中华民国呢？因为惊共匪拍过来，不管是民进党也好，不管是中国国民党也好，你改了到底，伊有理由拍台湾。啊，当然美国会听，日本会听，无人知影。所以即卖吼，拢咧听候机会。听候有一天的机会，看要安怎样做处理，有可能民进党较独立，宣布台湾独立，吼、哦，机会哪来的话啦？国民党两边骗，一边骗啊啦，骗捍卫中华民国的选票，另外一边去到共匪骗讲以捍卫中国的统一，两边拢在受骗。只要那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哦，真正啦，像习近平那种想法，讲发动对台湾侵略就对了。我感觉民众想伊头一个会跳起讲，我是台湾国。你若无震动，啊，我也亡国，保持安尼就好。嗯，我的感觉咧，这样是。哦，从来都安尼想，唔知对唔对，我唔知啦。吼，啊，每一个人家己的想法咧。有可能。民众的政府，只要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发动侵略台湾，真正哦，真正发动侵略台湾，我随化台湾独立。嗯。但是你若无震动，他当阿咧乱咧乱乱咧，安尼我也帮独立，差不多安尼啦。会当一次外国算外国啦，好、后代还能够处理啦，以后能够处理啦。我也感觉是安尼。是啊。哦，所以孙娘，这是一种政治的卡步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吼安尼。啊，唔对唔对，咱台中苗丹会当咱补充起来啦。哦，下面这种政府都这是独派嘛。啊，咱这大家把独派，对不对？所以民众政府就是要让民众去执政啊，哦，对不对？让民众去执政的中间就对了，伊是比较较深度的嘛。历史学家大家知影安尼嘛，啊，所以算无要历史学家无要算国民党是因为啊，国民党亲中嘛，大家把知影，你看四十岁以下，嗯，一个少年啊，大家把知影讲，你国民党是亲中的。嗯对不对？是啊，你国民党是亲中的呢，你是要扛中国来吞下这个台湾的呢？我哪当好你安呢？是不是安呢？是。所以用许多政治人物都是这心实的代志，政治都是安尼啦。你要叫民众政府汹涌，你嘛话讲，我要独立，要改去培训我，啊，现在都我无来，是那都还伊嘛是讲，伊嘛是叫我来讲，我你唔敢做啊，你个唔敢做，啊，现在唔敢做，你无怕我就无，忙做，啊，你若怕我就做。啊！看大家的笑话嘛，个是不是安尼啊？哦，安尼，所以讲制度啊，这政治吼，不是咱想遐那单纯的啦，吼、哦，安尼就对了。啊嘛，不是讲民众这人去讲尽量无要做，但是现实的情形，伊那里会当发，和台湾陷入了危机的。嗯，你听我意思无？是，陷入什么的危机？我若发独立，阿强独立侵略，我唔爱安尼做。啊，开司机，阿东啊，主动要安怎？要侵略人，阿咱就来甲画出来，阿咧，阿你啊，阿强阿种好，你若画，我就甲你录录；阿你若无画，我就卖录，甲你吓咧吓咧就好。嗯，啊，一讲过一讲啊，所以用事话政治哦，唔是咱想遐那单纯的讲，我今物今仔接近我接近的进程，我未接近我起来到底要独立？你独立我看，你看着看着这个价格，知影这个看着这个价格过，你听我。不是民主党的问题，是全台湾人民的生死安全的问题。嗯，这是安尼的，我感觉是安尼啦，对不对？台中比如从这些话，咱大家拢想到，安尼当可以对吧？敢指点起来嘛，无要紧的对啦，吼、哦，是不是安尼？吼、哦，所以我唔是替民主党讲话，现实就是变成安尼，现实就是变成安尼。今仔日在做从这些话，你做起来去做总统的对啦，你有可能嘛想很想。有可能不安尼想，啊，那我们第二所在，请您多多指教，安尼啊，好，太谢啦。是非常的感谢吼，啊，咱时间的关系，咱暂时先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哎，是。
生嘛有皮肤过狂，我上面也许下下来去跟人外行食出侪了嘛，跟他食许多。啊，食阮诶时阵，嘿，伊还行，伊一日则无去，佮啥个老诶臭酸拢无去啊。安尼哦，嘿，因为伊皮肤上面是一种酸溃，酸溃，嘿，皮肤下就是内底有可能毒素诶款啦。嘿，爱食侪好开心，啊，所以我一直坚持戒食。嘿，对对。我现在咯。参别行也要说啊，对对，安尼正常哩。嘿，他伊对这，我22岁尔，安尼嘿，阿姨就是爸爸怀疑这个体质，安尼吼都烦恼啊。伊种神经的体质较容易生歹命啦。对啦，嘿，这是医学常识都有讲啊。嗯，对。嘿，阿叔，我先为你改变体质，滴滴看者，因为我想要食，我身体有差。你食好安那？你本人？我体力很好，体力很好。我本身就麦克上面问。本身的身体不好了，身体不好。嘿嘿，我讲他起码抵抗力个别，我以前吼。拢食种以前惯呢，拢注水呢，嘿，啊，自我食这，我先两个流沙吼，我点点拢无点，我先点点不错，安尼啊，所以我一直继续在吃，不衰啊，这就改善了，好改善很多嘿，我现在伊是食你那一件，好，伊个件，伊食是一件哦，伊本来腰袂卡紧，伊也做因为伊咧开头班车嘛，然后阿天阿落汤阿老天阿靠人抱住。做可怜的，我看唔到，我妈对出你一段话，然后很辛苦，嘿，啊又袂也袂得会听会艰苦啊，像迄个健康，我记一刀斩嘞，一刀斩嘞，嘿，一刀斩嘿，哇嘿，心情好，啊所以又一直往上一直加。所以你现在准备一下，我看你敢敢见证之类。啊对啦，做些工地啊，你写好报了，这是工地呢。啊，但是我书底下那里宣传呐，我看一个系这样讲，有只湖南做广告，我话对伊讲，伊就见呐。我拿你们那个盒子去检查看嘞，系啊系啊。啊，好看哈。系啊系啊，这里就是监管。哎，你是家里对啦。我家里普仁路家啊。高雄啊。系高雄是普仁路家啊，系啊。对啦，啊，你继续管报呢。好好好。功德无量呢。啊，哪里哪里嘛，有你一号包啦。是这啦。没啦，你一号包。去开了蛮干啦，你那个店嘿，哦，好，谢谢，好，谢谢。好啦，真感谢，用这段时间台湾人去了播节目，咱信任公司好友，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呀，这么是广告时间呐，啊，介绍咱信任可以优秀的三 B 许多三家三 B 的店哈，也有好，也有好，特别安尼，咱咧卖人哈，啊，感觉讲心情真安慰，真欢喜的店。咱这不是药啊，不如大大多数拢用药啊做做起头，安尼用药口头去用药安尼讲吼。咱这是一种营养分的食品，健康的方的物件了，对。食咱心里健康，药啊像西药啦、汉药啦吼，迄种哦药啊，迄种药啊的部分差不多，你若头壳戆、头壳疼，你就食头壳戆、头壳疼。吼，啊，你就倒位安那，你就食倒位什么属于什么种的药啊，安尼了对。啊，咱这物件要限定白疼。你规身躯病几啊种病，你甲食拢无要紧的对。啊，伊一种病甲食无紧，啊，你个规身躯拢无病，啊，甲食迄是一种的保养。但着保养机能较会当继续运畅、顺畅了对啦，运作较会当正常啊。人若无认真保养身体了对啦吼，哎、欸，有一天机能叫乱去了，白天全部都三星，多警察安尼尔。所以这保养的价值着多一只嘛，是不是？你若平时有咧保养，白白两个人。啊！你根本咧保养啊！你根本拢根本上是拢无咧食营养粉啊、保养品啊。啊，另外一个人有经常是保养品，拢有足注重伫咧保养身体。啊，迄、那个保养品阁是无副作用诶，阁是真正好诶。小信诚公司种物件真正好就对。安尼啊比较，两个人同款同年龄，有一天到我50岁，到我40岁、50岁开了，迄、那个有保养迄个人，身体上照常一个健康，照常一个少年。未叫老化去，迄、那个无保养诶，时间到你就知影，病就到啦，慢性病就有啦，甚至人老化，人无保养就比到身体歹就臭老去了着。啊，所以我咧比如安尼两个人，互咱听，咱听总比都听有啊。所以咧保养，开始我钱来做身体的保养，互你人生得到最大的幸福，无白听，机能运作。人的精气神一切比别人较好，好、哦，安尼就是解答，安尼解答，较好十档，较好二十档，你看嘛，迄十档二十档的中间，你数个活动，你甲想嘛，啊，我身体拢保持健康，啊，我唔是啊，十档二十档，弄伫个白天中间，糖尿病啊，高血压啊，种种是我这个白天中间，嘿，家人靠破病一二十档，你看伊的生活，伊的过日偌歹过日。咱若是内个用了一二十档，咱的生活看偌好，咱人生看偌简单。所以这个是保养的简单。信任公司真侪拢买互恁保养品，
啊，当然有白天的人食咧到地，伊白天好去，迄一定的啦，见性太浅了吼。所以详细的话，真正讲不了啦吼。啊，好啊，使用新南公司喜多山这优秀的产品了，对吼，以喜多山为主，配合喜力健七八九顺天的人参普朗、喜纳多、喜力健，包括着咱新南公司的这个软骨素，包括咱的金立明。包括盛彰公司的喜乐通吼，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是非常的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听众朋友，咱盛彰公司周年庆的活动，今晚拢还阁继续当中。一处来购买盛彰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独加上三罐以外。咱一旦挑选水素品牌白体啊，美生鲜双耳汤锅一支，你别个经水素品牌啊，即、這个陶瓷炒锅一支，即种会用着。咱内面佫有加一支吼啊，即、這个正实用原木的煎丝。你要经六七七七，咱台湾制作人工棉棉被真㖏，即种会用着。啊，是你要经盛彰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保顺健、惠安素、喜乐清、金立明、喜乐通。咱这回周年庆，你会当订六十粒，订六十粒，互你做精品咯吼。啊，咱拄只念到的精品，就是品质行未完成。包括这回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咱拄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有这些精品，互你挑选。买五款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白鸡啊，白鲜鲜八百 CC 真空壶一支，你买个金白刷碗机个一条，金三一六。保温杯一支，你要经无限制的洗头毛巾一罐，经喷雾喷剂一盒，你要经清净海环保洗衫巾一包，拢会用一哦。咱一头经一行微观切，另外就是咱要五款的朋友，这回你原来当经着圣山公司有三十粒装的保顺健、惠安素、喜乐清、金立明、喜乐通三十粒，咱会当互你经着三十粒做精品哦吼，机会难得，咱会当好好把握。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文英吼所来演唱《初恋五味》。
自从这个两年外前，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安尼开始流行，超达全世界吼，安尼世界各国都安尼纷纷大家咧猜测啦，讲是毋是吼对这个中国的武汉实验室起这个外泄出来？啊，当然中国这个未见效的政府，就死唔承认，伊就死唔承认啦。啊，当然有真侪国家吼为着吼配合，应该吼为着要赚中国的钱啦。所以嘛，配合中国政府咧讲话啦，嘛拢不了了之啦，嘛要坚持，讲要去到中国诶武汉实验室来甲做调查啦。当然，伫只中间有两道，有派两支所谓诶即个啥物调查团去到中国，但是拢路线拢是经过中国安排诶，根本拢无在调人真真正正入去到武汉实验室来做调查。但即马又有一篇即个正骨的新闻报出来啊，报讲吼确实，即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就是对中国的即个武汉实验室吼，安尼吼流传出来吼，即篇咱来甲听看嘛。啊，结果即篇报报的又个会当安怎样？袂当安啦，袂当安啦，无钱绝对袂当。真正不，连连的小棒我放杯起安尼贵啊！只要死中国啊，我那时个特别讲死中国啊，我拢恶意啊，唔承认啊。只要死中国，是啦，是啦，你讲真对。只要死中国啊，那唔承认，这我那真个口气啦。只要死中国，那唔承认就对啦。讲这武汉肺炎是因做的就对啦吼。你全世界合作起来，你都无法。无法同意。你真的是无法的啦。好，安尼啦。哦，啊，这个中国人，全世界乱玩吼。来这篇，咱来甲听看卖吼。这篇安怎样？我这发信息吼啊，所报的一篇报道呢吼。你讲对2020年的年初啦，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病毒开始超达全世界。这个病毒对实验室外流出来的理论啊，拢一直去用甲百度吼啊，这个病毒的起源的早期的论文之外，如今就对啦，随着这些的内幕的消息去用甲挖出来。病毒的起源伫中国的武汉病毒的研究所的理论就对啦，已经无搁再互人家当作是一个阴谋啊，而且是科学界当中得到了搁较侪的关心注意，更加进一步的调查。简单讲，人咧指讲，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吼，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就是对武汉病毒实验室。捞出来是用话语就对啦，无人去讲你啊，你是条讲要甲中国抹黑啊，无人会安尼讲啊啦吼，大家会认为讲这是有影。这个事实上呢，经过美国的福斯新闻的报道咧讲，顶个月曝光的美国首席的防疫专家佛奇部分的电子邮件啦，来证明这个佛奇啊，包括拄打退休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的前院长柯林斯啊。早就拢知影病毒可能就是对中国武汉肺炎嘛，对中国的武汉吼病毒研究性吼泄露出来的情形，而且可能已经吼经过基因的修改啊，而且佛奇所领导的国家过敏甲传染病的研究所就对啦，嘛去用甲质疑，
曾经捌提钱帮助过中国从事改造病毒的功能精益的研究啦。福斯新闻甲着几啊名研究过吼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起源的科学家甲调查人员进行了交谈，因列出了十大理由啦，来表明这场危害全世界的病毒的大流行起源。就是中国的武汉实验室，对十大理由的第一个理由，因咧讲咧，讲无发现任何可能的中间的宿主的动物感染到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简单讲，咱去感染到流行病，绝对是拢对动物才传过来。但是伫即两年外期间，拢完全伫外口无看到任何一只动物就对个啦。有去感染到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拢无，多跟他人类有着呢。来第二，无任何大流行进程感染的证据。当然，这个是吼，因这个啥医生的专业用词。这大流行的进程有啥物感染的证据？这咱唔捌吼。伊第二讲安尼，伊讲拢无，就是代表这个病毒是人类创造出来。第三呢，病毒的遗传基因是非常的特别。对将来都唔捌伫天然的冠状的病毒当中来看的这款的病毒，简单讲就是讲吼，那天然感染生做出来的病毒就对了啦吼，伊的基因是非常特殊的吼，啊，伊的基因是看得出来，但是这种的基因，互你看拢无，就是看拢无，敢那是经过人为去改造过安尼。第四，病毒出现伫人类的身躯顶的时阵，已经优化变成了真有传染性的样本。第五，武汉病毒研究所啦，伫只进行，就是专门咧研究亚伯的冠状病毒，并且从事改造病毒的功能精益的研究。第六，中国唔配合调查，使调查人员无法度能完全进入吼武汉实验室，也无法度能得到全部的数据。第七。这个实验室吼啊，有病毒外流出嚟，这暗示唔捌发生过啦，因此不应该伫大流行发生了后随时排除这款的可能。第八，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伫社区感染爆发的进程，因早就拢家己感染着，拢倒落啊啦，拢破病倒落，甚至死去啊。第九，武汉病毒研究所甲中国军方早就咧进行秘密的研究计划。第十，美国国会院啦、官员甲相关的人员透过着精心安排的拍拼努力，正紧来反驳实验室外泄的理由是安怎、嗯？因为美国国会院甲相关的官员因知影，因美国的这群人有提前去资助中国咧研究这个病毒。所以因头啊，因唔敢承认，因惊气候有可能惊去川普甲支持甲骂，还是安怎样啊？所以头啊拢暗起来，一地尽量地唔敢承认，尽量唔敢承认。即马打进古一人一直出来，但是结论呢，嘛是无代志。中国伊若唔承认的话就对了，全世界嘛无伊的批评。咱那个回想一下就对了哈，全世界除了武汉肺炎开始的流行的时阵，全世界拢无嘛。啊，有人啊，是，当时无，武汉肺炎开始咧烧尸体的时阵啊，迄阵开始严重咧烧尸体，一个这代志，含看袂了爆发出来了，全世界拢还袂有呢，嗯，全世界拢还袂有这种病毒的呢，啊，无是要为倒来啊，对不对？对。人英国的变种病毒啊，就倒伊变种几啊个变种的病毒，人伊咧国家讲啊，这个变种的哦，嗯，含过去佫无同款的哦，人就承认讲啊，这变种的呢。全世界要不有病毒的进程，就是武汉已经死足多人啊！迄小尸体，小阿公伊家己唔敢看啦，惊啦，气笑啦。迄阵就武汉就咧食啦。啊，是人家伫武汉，因为伫武汉我生个多，啊，美国有一个实验室嘛，啊，无堪伫南京啊，啊，无堪当北京啊，对不对？是人家讲个到武汉，啊，为着中国抗议讲，你搞讲武汉。武汉肺炎安尼袂使一年，可能台湾一挂有那解除，
都跟咱节目无介绍，咱在做用知识多啊，包括一寡电视台，咱个深入个电视台无介绍，也跟你讲伊有时无爱讲武汉语言嘛，敢是？是，吼、哦，对不对？嗯。为啥我你讲武汉语言，我偏偏讲你是武汉语言嘛？那是武汉出来的对个。你刚刚想就好嘛，对不对？全世界拢还未有，还未有一个嘞哦。你武汉已经就死有够侪人啊，还未做出来啊。教练啊，是，我要有做出来，你讲我听。啊，大家都拢要去，对不对？啊，大家嘛拢讲武汉。哦，啊，去调查调查假啊，对不对？都唔敢，伊无想你，你就无再叫人家公布啊。哦，啊，这就无法度啊，派人就是派人啦、啊，哈、哦，对。中国是中国啦，死唔承认的啦。嘿，哦。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安尼来到今年已经吼进入几档啊？第三档啊。第三年啊，第三年开始啊，剩两年外啦吼，三年啊，开始。离空剩迄个离诶，武汉离空北斗迄站，伫个武汉死啊侪人，迄站上早，迄站到将士外久。迄影片拢蛮去老掉，那个还够老掉。拢够有诶，拢够有诶，即卖你伫网络去甲查，拢够有。诶，真正大些，迄当时诶中国湖北就对啊啦，迄个武汉迄个所在，讲干那尸体吼，安尼一工安尼烧变正常，烧到袂哩，讲后迄个工人个会震动咧，讲得较快。哎呀，我老爸在那个瓦条咧，开也未动啊。那是足工足食啦，啊开也未动工，就甲牵入去啊。有时我喺看伊个国家哦，我真正上天下啲大事都搞上咧。哦哦，啊，到今麦全世界啊，佫无一个国家有法度人来治理这个中国，无法度人去甲指责，无法度人甲做批评。当然，曾经我老古来讲了，讲要求中国爱做赔偿，啊，咁样过了又是啊，赔啦赔咧，赔地啦，人咧拍镜头咁赔，八年啦，赔八年啦，好，非常感谢咱，感谢咱用时时代时间，咱今嘛吼，互工商服务了，咱全部做得个咱一起开动啊，感谢，谢谢。大家好，我是林家良，你今嘛收听的是上有林精微的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 97.3。我是杨烈，甲恁大家拜托，向恁推荐一位林彦峰，伊是树林北投的市议员参选人，上温暖、上介专业的 iPhone 林彦峰，伊是社中人大赛新兴栽培的助理，熟悉市政，上介不落，服务在地，乡亲毛超过6000件的服务案件。拜托电话民调，唯一支持 iPhone 林彦峰，咱小团林彦峰和新人机会，感谢台湾前边原开发性技术 BTDS 化成相配，立即规工的能量，甲疲劳无力隆重淡掉，真好吸收，会当伫血液维持高浓度，会当纾解各种的神经肌肉的疲劳疼痛，补充维他命 B 群的上好选择。爱必士康，予你元气十足的一天。美康专品妇幼芙伦，全程红安和德，好好健致美，甲合家有局拢有范围哦。寒天一到，你皮肤就开始痒、黑痂、正痒。寒天若到，洗身躯的烧水都袂使洗伤烧，实在足艰苦的。甲你讲一个上好的法宝，我皮肤上赞的保养品。100%为日本来的北海道高浓度美油，只要你每一天出一点啊，抹一挂，你就会看到你每一天的皮肤会愈来愈好。一年四季拢会当用的美油，日本原装进口，第四代北海道高浓度美油，只有在泛奇网才买得到哦。0809-082-168，0809-082-168。哎，水妹啊，咱孙仔要出世啊，大宝二宝要上幼儿园，唔知因阿公阿婆的压力敢会真大？放心啦，政府讲读公立、非营利也是准公共幼儿园。今年8月开始，逐个月上侪交3000块，二胎、三胎各减免。哪里哦，爸，咱要家己个也是读私立呗？逐个月幼儿津贴5000块，咱三宝也够加发咯。详情请进入教育部全国教育部资讯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阮拢是伫这在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一点赞的赞。最拥挤的舞台，啊，
听众朋友，嘴破、舌嘴老花、气化不正、敏感酸痛，拢会当来个使用这条白砂丸气膏，真正有效，佮兼会当顾你个喙齿化。像我呢，十几当前牙周病严重，现在即马变健康个喙齿化，这毋是黑白讲个哦，确确实实。哦，啊，咱若听众朋友有想要使用，叫回专线，台南控六七九四五零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零七九，感谢。空二二年，台湾灯会伫高雄，由高雄市来主办，对二月初一日起到二月二八，伫咱高雄为武营甲爱河湾两位所在来举办，两边加起来总共有将近两百件用光、用灯所来创作的作品，有超过吼两百组精彩的表演节目。以着高雄在地人文产业为主，结合科技甲文化的元素，来表现出传统花灯的艺术，加上现代光影的技术，和今年的台湾灯会唔打精彩，又阁非常的特别。尤其是伫二月十一日、十二、十八、十九这四天的暗时九点四十五分。有专台湾套一处1500台大型的无人机的演出，足足有12分钟的节目，在试飞的时阵，就予咱的民众大开眼界，邀请咱大家对即马到二月二八做伙来到高雄七河，来参加这场2022年台湾的灯会。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伫遮为大家要来推荐一本真优良的册。这本的册是叫做《奇幻真台湾》，台语文囡仔故 CD 绘本。这本的册呢，这是由咱家人轻松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的绘本。由咱台湾上界出名的配音员林鸿雪主讲，咱嘛邀请长期关心咱台湾本土文化的作家黄岳水老师，也有咱的台语歌王谢明佑小黑老师，包括咱的立法委员林强泽弗雷迪共同来献声，用咱的台语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予咱的台湾囡仔听。咱卖阁再听大中国思想的故事，予咱的囡仔来了解着咱古城西螺店立业鲜明的故事，也阁有咱台南旧关区闸门溪霸族真人亚江镇的传说，也阁有咱台湾人拢知影的魔神啊传奇。规本册有100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毛附 CD 哦。咱嘛会当用网络来收听，这本册内面呢，也阁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会当予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咱的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呢，伫网络已经卖出超过1000本以上，定价是1150元。目前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咱只要卡一通家人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这本册只要899元的优惠的介绍，咱册送到咱家，送到咱的手内面，恁才付款付费。啊，那运费呢，就由咱电台来吸收。
提供予咱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上阶段的优惠。想要予咱的囡仔了解着咱台湾本土的民俗，阮伫遮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请咱大家当拍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咱来做服务，感谢您。庄瑞雄，上台，馆长选号，庄瑞雄。你好，我是曾水雄，庄瑞雄。屏东要来大建设，屏东要为台湾妹加做台湾头，馆长来选庄瑞雄。曾水雄做馆长，有决心，有魄力。要来冲，要来拼，和屏东超越家己，超越高雄。我会拜托乡亲一件重要的代志，但是接到民调的电话，不管听到啥个名，请你隆重回答。唯一支持庄瑞雄，拜托。收非常的感谢，咱这个有一个活动，就是咱2月19礼拜六透早10点，台湾基进党啊，要来邀请大家来参加台南市东部搬厝开幕典礼。嘛，要借这个机会，要来介绍吼啊，基进党台南市来参选吼市议员的候选人，有理想、有勇气、有热情，小招做伙来斗阵啦吼。2月19礼拜六透早10点吼，伫咱台南市东区东光路18号家来见面。以上报告，感谢。来，咱即摆又搁登来节目现场，咱依然同款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啊，伫这个节目开始的进程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即咱家人叶小姐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歌曲《夜酒》。夜酒，好，谢谢。淡的酒场来，一人卡自在，醉乱梦的等待，也是叹无奈。纯情男女受伤害，酒杯捧起来，饮袂掉藏在心内，啊，杂甲悲哀。天一杯饮，若袂记过去旧情化解，来一杯，搁再一杯，饮好伊爽快。心内美梦的美丽境界，真情换假爱，欺骗的人无实在，感叹万未来，任何条放松情怀，往事落尘埃。天一杯饮，若放弃一切沉落大海，来干杯一嘴苦汤，找找真情爱。
担你手丢来，一人脚自在，最乱嘛会等待，也是叹无奈。从前难免受伤害，酒杯捧起来，饮袂掉藏在心内，啊，大家悲哀。天一杯，饮了袂记过去，旧情化解。来一杯，搁再一杯，饮好伊爽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咱接落来，咱要来个报一边，这个国民党吼啊，又搁有人贪污啦，啊去收这个草包吼，去收这个乌西钱，当去用掠着啊吼，啊结果吼死唔承认呢，啊结果吼唔承认，煞无法度。隔壁吼办公室的主任承认，啊因唔承认，这个就是国民党的立委廖国栋啦吼。咱来个听看这篇安那写。今麦够在做立委无？赶快啦，今麦在做。啊，不是做立委，廖国栋。系啊，这应该是关主任的吼。你讲国民党接的立委廖国栋啊，日前去和检察官个调查出讲吼，去共收太流公司的前负责人，这个叫做李恒龙790万的草包钱啊。乌西钱就对啦啦，啊！这个廖国栋呢，啊，伫这个昨昏昨日吼16号出庭的时阵呢，坚持讲伊无罪啦，唔过检察官这边提出了济济相关的证据，来指出廖国栋对2015年开始吼，就去共收相关的乌西钱，次数坐到7道啦。而且如果那伫选举的期间的话就对啦，廖国栋会将全部的钱拢甲收落来。啊，那唔是伫选举的时间呢，才会甲吼办公室内底的主任啦，这个叫做丁福华啦，73分啦，头家分七吼，啊，这个丁福华分3啦吼。真正啊！啊，但是廖国栋伊拢讲好哩么？伊讲伊无敢收这个乌西钱哦。搁再讲吼，伊嘛无利用这款做出对李恒龙有利的决定啦。检察官痛批啦，讲这是权力甲金钱的交换。条例吼，啊一条一条列出7道廖国栋去共收乌西钱的时间甲地点。包括对2015年的3月，一直到刚去一年的8月，有170万的现金啦，实际收到的款项是廖国栋收去的，而且交付这个啥啊，这个汇款的人就是吼交乌西钱啊，的人就是吼啊郭启明，接落来刚去年的9月12号啊，9月到12月啦。收300万的现金啦，实际收款的人同款是廖国栋，啊，而且交这条乌西钱的人，唔嘛是郭启明啦。2016年到甲2017年是50万的支票，当然收款的人就是廖国栋的办公室的主任丁福华，啊，那交钱交乌西钱的人就是李恒龙本人就对啦。2018年的时阵呢，假是收100万的现金，廖国栋啊、甲丁福华分配就对了啦，分配这条是一个人吼，都啊提迄个啥7分，那只人提3分就对了啦。交款的人是郭启明，
你讲一九年的进程，正是200万的现金啦。啊，这由啊通亚百货的总经理吼、哦、安华利来交付廖国栋的，另外廖国栋一个号丁福华50万的现金啦。2020年一月初七日啦，嘛一月到七月就对啦啦。同款嘛是由这个安华利吼提100万的现金啦。啊，又到了国栋甲啊，这个丁福华两个人做伙来分这条钱，总共廖国栋共收790万的乌色钱啦。啊，那伊个主任吼丁福华是收180万啦，总共拄啊去970万，全部拢总是李恒龙吼啊所提出来。伫咧听完检察官即款的讲法，廖国栋中道休息的时阵就对啦，正出法庭。表示家己当然讲伊是冤枉的啦，而且拄打开始尔尔啦，一个有真侪话还袂讲清楚的啦。接落来搁在开庭的时阵就对啦，伊嘛强调讲家己对着东吴大学所举办的公听会完全拢唔知影，嘛无参与着任何事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吼、哦、按照着吼伊办公室的主任丁福华的演讲稿来教练的啦。啊，当然，廖国栋一个表示吼，讲对着丁福华的行为，伊敢若当讲吼，家己就对了啦，世人不明啦，捌这个人无够清楚啦，用这个人不懂安尼啦，啊，道德吼不周啦，啊，若冤枉的开的个吼，世人不明的，伊就是无代啊，而且事后家己吼啊，伫咧表决的时阵就对了啦，是做出吼不得吼啊这个溯及既往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呢，对李恒龙来讲是不利的吼，这是安尼讲啦吼。接落来丁福华来讲出着伊的意见的时阵呐，伫这个法庭讲出着伊的意见的时阵呐，伊表示家己讲对起诉书内底所写伊全部承认啦。一个吼当庭安尼讲到吼脑更甜，讲到要哭要啼，讲伊唔对啦啦。丁福华又咧讲啦，讲收乌色钱就对啦，这个案件互伊真见笑啦，反省家己不应该做出着吼啊，这款相关吼去讲收乌色钱这件代志，强调讲伊的忏悔来面对，付出相对应该的代价。但是丁福华伊嘛搬出了吼啊，厝讲阁有老母啦，包括破病后生爱照顾啦。希望法官会当予伊吼缓刑啦，啊，伊嘛愿意接受着一切的这个劳动代价就对啦。就算讲即马吼去共借钱吼，伊嘛要将这条吼啊百外万吼收着草包钱行倒出来，安尼就对啦。一直到个暗头啊6点外的时阵，正阁的辩论庭已经啊终结辩论已经结束啊。李恒龙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讲，今仔日大家拢一直吼咧谴责。经济部啦，最亏一手就是经济部啦。希望所告这个案件，趁这一次的司法的判决会当吼做翻盘。而且李恒龙伊嘛承认，讲伊有提钱和廖国栋啦。啊，李恒龙的律师吼，原来有请合议庭对着这个啥？李恒龙一颗罚金还是减刑定了对啦吼？啊，来请这个合议庭吼，和这个李恒龙会当一颗罚金还是来减刑安尼啦？另外是知名的公关公司的这个总经理郭启明嘛对缓刑表示承认啦，唔过伊嘛搬出讲吼，伊厝原来有家有岁数的爸爸妈妈爱照顾啦吼，表示讲进前遭受着吼压力啦吼，啊相亲受着真大的伤害啦，而且因爸爸吼一个吼专工吼用毛笔吼写批退役吼。求情就对了啦，希望讲法官会当介意吼，予伊改革自新的机会啦。到尾啊，合议庭宣誓专案伫7月7日的透早10点要来宣判。这些人所有的人，就包括李亨龙本来拢会当承认，多加做多，两个都未当承认，夹袂咧，夹条咧，你听好无？承认那个就伊就不得会啊。是啊，对不对？那很乖呢。系啊系。啊，关键我就会输，你只要承认，先要开承认。嗯嗯，当轻判，看是罚几钱，还是安怎吼？帮我去提价了，所以用出考虑给你听。我承认马金，
但是刘龙代价较大，伊是位啊，是，对不对？你这有可能被他们判，你承，你家己若承认有哪会判刑的？嗯，你不够讲不会啊？对啊，你敢不知？所以所有的人拢会当承认讲，我有影安尼做，但是我足艰苦，我到我安那老爸老母足老啦，有无？今年还个足少年，还个饲，还个那。拢靠我一个人就对啦，啊！伊搞廿一关，我看要安那落，阮兜计划咧要死啊，要安那落，拢会当考出讲出伊个考虑计，你听无？嗯，独独你很容易被人讲，是，伊唔敢承认，嗯，所以伊也坚持得得，哎，承认你不就无伊啊？啊，那个不承认，将我关进来了，拍一年、两年、三年，伊拢赚着啊。嗯，所以李永龙就是啊，业条诶，你未上承认就对，承认到你。你基本上面拢没来，没有啊，我没有啊，好啊，好好，这是啊，这是。当然，伊无要心灵无益的用意啦，吼啊！这条案件就是七月七啦，你特别爽看。这对伊都不利啊。对啊。赚钱的人啊，心灵啊，啊，收钱的人啊，心灵，你房屋不要，你有个什么，你有个什么通？系啊，阿姨就别当承认啦，讲过就别当承认。你若承认，咱讲个承认，讲个承认，我就为阿个地了，我承认啦。嗯嗯，对不对？吼、哦，阿个人个做你位啦，啊，我以后我绝对无可能个做这个代志啦。嗯，安尼就对，哎，你请忏悔啦，安尼，但是偏偏就别当安尼，是，伊就绝对别当承认就对，所以伊爱急掉嘞，吼、哦。国民党诶哈，是国民党诶哈。是。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国民党吼都贪污啦吼，啊收草包啦。国民党是台中的款啦，一个议员啦。台中，嗯，台中的国民党的议员啦，对啦，有那唔知安那啦吼，啊会顺人啊。是。我影着，有影着就对啦，啊，国民党啊，民众嘛有啦，民众嘛有啦，较少啦。这人都不会听你讲的咧。好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转转电话，感谢。来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篇吼，咱台湾吼被选择吼啊，这个全世界吼民主十名来的国家，唯一的是吼唔是白人的国家就对了啦。嗯，即听讲十名来吼，拢是一寡吼欧美国家吼，迄、那个早吼的迄个是实行民主的这个国家啦吼，啊拢是白种人。啊，这个五十个人种就是黄种人啦、啊、乌种人就对啦。你要吼，咱这算黄种的。黄种，咱算黄种人吼、哦。要甲进入讲这个什么民主的国家的十名来，这有够罕得的。啊，去咱台湾客气，咱个听讲嘛。你讲过去六年啦、啊，亲中的政治媒体啦、啊，拢咧甲咱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抹黑啦，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来污名化民进党的执政就对啦啦。讲啥物民进党啦、专制啦、权威啦，结果事实上敢是安尼？无影哦。亲中的政治媒体咧讲白话哦，台湾的民主不断咧进步，成绩就对个啦。即卖已经弄起咧到全世界第八名的民主国家哦，一个是历史上第一道吼进入前十名的非白人国家。看起来亲中的政治媒体的民主的标准吼、哦。是中国标准啦，因为中国一道去用排名第148名，会当讲买，已经完全吼无民主自由的国家，嘛唔知啊，全世界嘛几个国家嘛唔知啊，啊咱台湾吼第八名，中共的148名，看这中国看我两公的好啦。148名，迄完全已经是拢无自由啊，无言论的自由。我感觉安个算袂歹。148名，你若讲148国家安尼148名，安尼我就满意啦。全世界都几多个？哎，那是超过这184名，以后的国家你安个有诶了，对啊。我感觉我无满意。全世界都得是几多个？是咱那个笑啦，事实就是安尼嘛。今仔日阮阿伯有些台湾人俱乐部啊。这是我们这节目的这个明星的对，台湾人俱乐部在中国会当安尼在苏联底下广告，你想要人不可能吗？是啊，台湾人俱乐部在宣传台湾的理念，这就咱就厉害死，嗯嗯嗯，真正厉害枪毙，
你听有无？哦，迄种无自由的国家，台湾人俱乐部，这是一个广告的这个名称的电台广告的名称的，这政府荷兰的，这个若搬去中国，这就得杀一死。对啦，你听有无？哦，台湾俱乐部这三个主持人，你去刚来中国家，跳你管谁呢？从许多经济上，比如一种国家也是一百四十八名，我感觉啊，别个个国家来，我感觉一个上好嘞。全世界有199国啦。哦，你讲我嘛？199国。啊，别个四五十国个咧。有啦，嘿啦，啊，迄199国吼，其他国家迄可能吼。迄唔就两公个啊？做两公，迄个荷兰国家、西西国家，迄无几万人吼，啊，迄足全世界。两公个咱排伫140几名咧哦，四十八名咧哦，啊，199个哦。民进党的这种就是安尼吼，小我背的，这重视民主的，吹点小我背的，系啦，那有这种咱就报，咱都咱个做了解一批，迄个头啊，讲唔系经济，啥物，咱排入去第几个吼？第八名，有史以来哦，我唔系排入去第几名哦，安尼吼，排入去头前就对啦，无简单啦，小摆啊，民众这边唔介安尼，哦，对不对？国民党有可能啊，对不对？不可能啊。来，非常感谢吼，按时间的关系，咱暂时先来个进一段广告，咱稍等下，等下节目来接咱的口音电话啦，感谢。非常感谢咱今日用这时代去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要来介绍咱新人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家产品了，对哈。欢迎去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将是28档啊哦，用这时代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28档也个咧风行，经过30档嘛是也个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了对啦，构造了对。白天一直拢差不多离开了，所以雄狮大，什么人叫好，十当好嘛是赶快叫好，所以狮驼山是非常值得咱雄狮大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了掉，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掉了哈，拢唔知道是好阿歹，唔知道有杂质无，拢唔知道，所以接落去了，等到讲报到那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在做这个夭寿药的红家？啊，农药是不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的巴肚来的毒素，那都唔知吃了是巴肚来，所以就最近有几下，你根本上不注意嘛，身体不调理嘛，所以有人有的人哦，他们讲，哎、欸，我都四五十岁了，我是那个治疗高血压，是啊，治疗糖尿病，哦，啊，是啊，机能我肿瘤。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无好，胸肌大，这拢是体质老化。啊，啥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侪了。这样哦，这真正哦，体质老化有影了吼，安尼吼。所以胸肌大，正来才种，比如人就对了吼。这个、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才是爱顺数。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中间都是心灵在下不会顺啊，过乱呢，乱呢就对，机能会乱。啊，乱呢了，伊慢慢一项注意，注意的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带掉了呀。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心灵在下会顺舒，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但信任公司许多山一张最高价，难度性比我大概拍电话入来，上辈拢有跟人讲啊，那你敢知？讲哦，我怎么食着许多山食一段时间了后，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许多迄个蜻蜓在下的顺序，皮肤那太水啊，那没顺序，皮
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就是安尼。好多人人看这个病呢，病那是有更强，我、哦、这人身体就有；病那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身体上都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境内风气大，咱石头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去收台了，对吼。所以以石头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的抵抗力一强，体力也好，哦，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若已经乱的人吼，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也调整做正啊，对，调整做正啊。以石头山这个为主吼，有那个手骨头，那个骨头咱就知影吼，来训练啊，这顶骨空啊。但骨皮骨肉没本样，骨头吼、哦，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别堪咪行呢，别堪咪徛呢，别堪咪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若怕去了，就容易破，容易歪掉，歪掉的中间也破去了，对。所以这真重要，恁骨锁做保养吼，互你介绍，恁骨锁互你了，对。这金陵的第二代。金立平的第二代是美华教育集团吼，重新研发的了，对。要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以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灯啊，热工的电灯啊，你做过程中间哦，升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这个热工灯。包括的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的条，以及一黄素、一米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会保持较悬。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的条，无咱第一代你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的条。所以别的家，咱来讲，新闻较好的、较悬的，金立平的第二代，吼、哦，感谢吼，喜、哦、乐通过长啊，长啊，绝对要过好用，未使有先死咯，免咱未使有先死咯，喜乐通过长都好用，就无唔对啦，吼、哦。我报喜乐清会议，这个会议按无目，我常常在咧讲，大家跟个咧讲个对。会议伫咱的会议的流通，包括中联军的会议，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就咧吃，安尼啊。你一两粒尔嘛，啊，暗吃两粒，啊，若上计是去中途去吃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就对了。啊，互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顺舒，袂叫落口，较袂塞的，塞的心脏就好，无好，塞就食力，啊，塞的脑也食力，安尼就对了。所以循环会顺舒，这嘛真重要吼。喜乐清，我保喜乐清，保存给男士朋友一项尔，要不算。要算家己咧帮了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甲人叫保顺的这个用吼，血红素。血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始至终在准备个，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感觉晕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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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贫血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吼爱嗽啦，种种啦。啊，你若无嗽，也无流鼻水。可能不时的规工的，他干嘛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迄落型啊，那个对啊，无什么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可能这头壳未清彩安尼尔，有可能是血不够、欠血、贫血。所以，红细胞那是有这症状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吃血红素就简单了，对，早含两粒，上计下到时啊，搁吃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可能会当血会当有补充起来。和你身体发挥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血红素。感谢吼，有点无不了解，你这里拍电话赶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心无在，光影的心。
彩，叫中人去出彩排，悲欢搬出来，甘甜酸苦味拢爱，命运来安排，怎计叫我嘛不知，无人会了解。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来接落咱要开放热线电话，互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伙来开讲啦吼。咱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心嘛，黄哥加空六，感谢。来，感谢，谢谢，来六。哎，大家好。好嘞，六六六。我谈一下，这两天很热门的是深蓝的人士。加入民进党的陈胜文跟黄林、哦啊、然后因为黄林在不合理的条件下被包庇可以保证名额，然后那个张明佑 我应该说不只是张明佑啦，大家都认为对张明佑很不公啦，可是我从昨天新闻听到媒体在问黄林，黄林说是为民加入民进党是为民服务，但是我听起来这一句话，黄林，你这句话是地喉咙出来。你如果真的要为民众服务，你也在，你是亲蓝的人啊，啊，你也在做恁新党嘛，也在为民服务啊。你也可以加入国民党，也可以为民服务啊。为什么爱招来民进党呢？啊，你讲话无诚实哦，你这句话是无打从心坎里讲出来，你是地喉咙出来。所以我要跟你吐槽，你是怀着魔鬼心思加入民进党，还有陈胜文，人拢甲你吐槽啊，这些啊，你也不承认啊，恁这种的国民党的亲拿拢袂诚实讲话啊，讲谎话拢打草稿，拢袂打草稿，安尼端的都出来。嗯。台湾人上讨厌这种的，你知哦？嗯。袂，你做代志袂水气，啊，敢那安尼要扬安尼安尼，嗯，叶叶啊，袂坦然。啊，你听我，啊，你那是，你那年轻人真的这么有为爱台湾？讲一句啦，不是不欢迎你加入民进党，但是要诚恳，要坦白，对不？啊，是安怎为民服务爱来民进党？这句话安尼就无水亏啊啦。对不对？你是国民党的，就会使为民服务啊。对啊。你是新党，也会使为民服务啊。为什么爱来民进党呢？嗯，要不啊是安那民进党才甲你保佑。我这你讲的是对的，正确的。是，哎、啊，那都听不下去了。哎、嗯，伊、啊、这句话是伫喉咙出来发音的嘞，不是打从心坎里讲出来哦。你讲、哦，你也看听迄、那个什么话呀、啊？现在最新出来有一个林彦宏，人迄伫绿色和平哦，迄、那个什么林宏基啊，甲访问，人迄讲话拢是打从心坎里出来。张明佑讲话也是打从心坎里。为民服务，很诚恳的语气，还有那个什么林静怡，那个讲话也是打从啊，这都真是有影要为民做代志，为国家做代志。可是你黄林讲话是，你黄林讲话从喉咙出来的。民众爱早前伊有去送过礼，为什么掉？哎呦，啊，都阮这区的啦，新疆区啦。伊敢那新疆话那是迄个乌来遐吧？嘿啦嘿啦，啊，都阮这区的啦。啊，即卖黄林，啊黄林，你是伫新疆出来？你是亲哪的人啊？为什么安尼？什么关系会让民进党都给你包装？啊，行动出来会让来民进党安尼哦。啊，这个都这两天新闻很热门哦，安尼哦，大家都在抗议啊。为什么你黄林加入民进党，马上是保障名额？那张明又算什么？可是安尼，我身为支持者，我们也不认同。哦。你听我说，因为我不认同的，讲你黄林，你讲谎话，你说你是为民服务，招来民进党啊？可是你亲蓝的人，你也在做恁行动嘛？啊，你买使加入国民党啊？为什么你为民服务要招来民进党呢？这句话安尼讲未通啊，道未歪啊？好好好，是你我讲安尼合理吧？有啦，了解。啊，就是魔鬼心思，带着魔鬼心思加入民进党。我讲到白就是安尼，我人民不信任你。好，感谢，谢谢，来六，喂。哎，你好！哎，大姐你好，你这个太难讲了，对吗？嗯。你心中的人，我唔知我最近睇住。心中的人，
里面招来家里民进党，啊，你民进党是咧咧捡捡那个诶乱拿哟，是咧捡那个乱拿哟。你也参与家里咧扫扫看的呀、啊？对不？我一早就听着话，一早就听着话。哦，去家咧，唔好。你忙手机，忙手机，你开手机咯，忙手机，你身体较要紧嘞，身体较要紧。哎呀，我知你的声，你咧就早就咱的老听众啦，你身体较高嘞。阿斌啊，阿你阿斌啊，相信啦，听起来也无同意啦。我敢讲啦。我咧吼，对不？阿你民进党。民进党是咧捡人个乱拉哟，咧捡人个乱拉哟。明了，四年前去新店做炮灰嘞，啊，即摆好不容易来十八区嘞，好不容易来十八区，啊，你要过安尼吗？哦，安尼吼。总统哥，你啊小建议，我是有党派，人讲我有党诶，我电话就落，当然重要啦。是啊，了解。好，感谢你哦，阿你是。阿你不该免死啊！阿你人一边做，人一边就做炮灰去啊！阿你阿你去大陆，去中国大陆，袂用诶，就要争啊，争啊，就要来家里面进党啊，真简单。哦，安尼哦，好，简单嘛，对不？啊，你身体就高啦，忙手机啦，哦，手机在这，当手机在，我是安尼，如果会晓的哦，张老哥，我会晓的，我有投票权，我做。我了解你的心情啦齁，但是你有那么忙手机齁。好，谢谢齁。好，了解。是。好，了解齁。好，我过来听齁，好，感谢齁，谢谢齁，大姐，谢谢，爱忙手机啊。现在够用哈，好，谢谢。好，你好。你个看看也就冲不走，这个啊，囡仔把这破嘞呢？无囡仔，迄时阵会走。哦，会走。对，啊，只要要转去，就少啊，就要转去啊。啊，转去啊，就半路啊，就看到迄警察了吼。哦。啊，囡仔就讲，妈妈，警察。哦，同囡仔嘛知，哦。因为伊说一时啊，就是找警察嘛，啊，所以看到警察，啊，伊就惊，伊就讲，妈妈，警察，然后我讲边啊，遐有警察，是，我讲啊，没关系啦，我们现在没有在摆的，没有关系。谢谢，感谢你啊，多有这意见啊，好，感谢你家己亲身有体会到啦，吼，好，谢谢，快点拍啦，好，谢谢，来六，喂，你好。先生朋友你好，他第一个小姐那个齁，我跟你讲啦，这个民进党真的不对啦，为什么你知道吗？你讲妇女保障的真的好，妇女保障名额齁，你怎么我爱死的，你怎么叫做妇女保障名额？啊，今天跟他算两个人，两个保障是在孤儿，你听我话意思不？保障的陈永和啊齁，他到底当然要干，不然说爱两个他，当然我就要跟他跑不进啦，问题就是说党中央讲反对三黄林，张明耀是上内表，你听我意思不？张明耀是阮熟悉的张明耀哩。对啊，是咱中都下一个张明耀。伊个扎心就是伊个，伫一个教授。食真贵啦，快点贵。啊，伊个本多心诶。嘿，啊！你即马，咱民进党是要怎讲保障伊个黄玲，你知道无？保障伊个行动诶，安尼那叫。张张耀嘛，我讲你免甲保障是吧？你就大家都公平竞争嘛。好安尼哦。有你无？张耀，啊！你讲好对啊！吼，你来参加咱民进党话剧，你自愿投名。可以。咱大家就嘿。可以，无加入民进党就对啦吼。黄玲有加入来。嘿。张明耀无入对。我才加入来，你看上行动诶啊！好安尼哦。真的，啊！一定要去做一个上一个。头前将伊那个黄敏生，
诶助理啦，就去做也助理做一阵啦，咱讲来天良啦，伊讲那去做黄敏生的助理啦。哦，就是伊个在安区的啊，伊安区歹病，也是爱来先生一错病啊。好好好好，我再听，我再听。啊，你爱去做。等真正真正即个爱处理啦，无处理，阮大家拢换咯，讲真个啦。哦，即严重咧，好，你好，你好，来。我上场咯，上场。张明哦，是咱电台的选举，是咱电台。我知啦，我是在张明耀啊，我向阮都欢迎你。阿爷不是民进党的吗？哎呦，对啦，对啦，我。四年前是新店做炮的。好好好，安尼我了解，我了解，好好，我过来听啊，谢谢，来，你好，你好，潘姐。陈大哥，哎，对对对，我跟他听到伊是心脏，我就卡袂灵啊。我心脏，听到心脏，我就卡袂灵啊。真的啊？还是讲无人呢？民众拢无人能算你啦。心脏，迄听众，迄那个投降状，迄读个真酷酷的呢。啊，伊迄个改变啦不？迄是十。足久的时间，我看改袂过。迄是十八都一区啦。在新店那边的。新店那边哦，叫我鸟进来去啦。新店那边得。你也算我区较济啦，哎，是是是，你也算我区啊，你已经足歹算啦，啊，林志栋不要玩这个啦，好安尼哦，你要跟人家玩，你就跟人家，人张明友是讲，你跟我筹算不要紧，你袂使用保那个富民保障，保障名额，你保障名额，你有变干变啊，安尼好安尼好，啊，佫是新东仔，哦，然后看了还好，我感觉，而且张明友应该用个新东仔安尼哦。哦，对啊，啊，所以我们这些女的怎么看得下去？啊，对不对？那你讲下面对了，可是我哪听到心动哎呀，我都行动，行动来讲，行动最要紧，行动最要紧，国民党最要紧，对不？你想到会变过来？哦哦，完了后，感谢，谢谢，我过来听哈，谢谢你哦，你哦，你哦，潘姐啊，你好，哎，你好，代志就是张明耀，就是要去选立委啦，哦，哦，恁大家拢知影嘛，迄区本来就是中南。啦，新店本来就是中南啦。是是。啊，问题就是讲，伊即马伊选立委上个精雕啦。嗯。啊，即届要落去选议员的时阵，伊嘛是想讲落去初选三个出两个嘛。哦是。啊，结果伊先啊甲恁布一个讲，有一个妇女保障名额。哦。啊，另外一个单英雄应该是五六届啊。哦。啊，五六届啊，顶届咧选立委的时阵讲嘛。拢有咧斗天意啊！啊，你结果安尼，你换做你张明耀，你变哪算来得去？哦，啊，你变做伊就是爱甲陈英雄在定高低安尼就对嘛。啊，人嘛对有温情啊，你，因就是讲啦，就是用妇女保障名额的时阵吼，嗯，伊就是等于就出局啊啦。啊，张明耀就出局啊，对啦。啊，这个问题奇怪就是讲，以前是爱四个人。哦，有要提名四个选，叫一个妇女保障名额，啊，即届提名两个，就甲你讲一个妇女保障名额啦。就派有问题。啊，佮另外第二个问题讲，既然有妇女保障名额，就咱来干那迄个查某要出来啦。别个拢无人，因为妇女保障名额应该就是较好选啊嘛，敢毋是安尼？嗯，对对。对啊，结果就干那伊要出来，啊，所以讲，这其实就是因当因内底派的问题啊，另外，唔过顶悬的人伊的考量哦，嗯，我相信也是对的啦，因为啦，一区就是做难的嘛，哦，一区做难，选未掉嘛，啊，选未掉，乌是咧，因一边的来看，揪出票来，哦，是安尼，诶，都一定是顶悬咧操盘的人一定是安尼想，但是这问操盘啊，安尼想，安尼想，我就感觉。问题是讲嘛，问题是讲一般的民众，嗯，我都接受啊，因为讲一个白。张明耀当初去选立委的时候，就是牺牲打，牺牲打，人要选的，人哪个硬硬叫你去的？啊，叫伊去啊，伊嘛去呢。啊，人嘛头咧咧落去用啊，落去用就嘛选了袂歹啊。是。啊，结果人怎啊要落去选议员？你讲你奥子啊？呵。佮入去咧，入去互伊初选的机会，等于讲初选就不得了。来，非常感谢哈。真实的，我仲去接电话啊。这代志我都唔知，这有啦，这两公手机啊吼，这个网络咧断。安尼啊，报纸也无看出去啊，报纸无报啦。好，来，非常感谢，规个满传安无同去接啊吼，咱明仔载过来考虑吧。安尼好，感谢，谢谢哦，拍摄啊。拄仔你讲遐讲，我听有人讲伊是迄落新北市啊，应该是新北的吧？安尼哦，新店哦，新店啊，新店，你算新北还是台北啊？新店应该是新北市吧？哦，我记当时民众预算的是乌来区啦，乌来迄一区的这个立法委员啦。
嘿，当时咱的节目，咱嘿，咱节目都有帮你吼广告吹过啊，啊，迄一年都，迄一届都算无掉啦，嘿啊。完了吼，啊，所以这吼，这已经有民怨出来哦，咱不管是台北还是新北，我唔知影啦吼，啊，你遐在注意你家己做这个工作吼。从来唔对咧，诶、欸，咱历史这本资料有一寡一贯写出来哦，诶，家己你家检讨哦，吼，咱公司是就是安尼吼，唔好意思搞歪出咧，咱无买豆啊，你就食啦，好好好，是非常感谢吼，啊，空八空空空五八二六五六，把时间的关系，咱明仔再空中再会，拜拜。谢谢。